你觉得？我觉得这不是蜕变，是我以前我内心都是这样的，只是没有机会，这个舞台没有机会给我表演，所以我这次很期待，就是我到这个舞台上，就是我手上拿了高跟鞋代表我的反串，我自己代表我孙科，所以我还是要告诉自己，我是反串孙科，但是我拥有男人的 power， 也拥有女人的柔美，这才是我，我才是真正的舞者。嗯，你觉得今天表现得好还是要反串？你说呢？四张票哎，肯定的。肯定是一步会比较难，但是我觉得我孙哥很适合这个舞台，所以我觉得我相信我能继续走下去。嗯、喜欢我的人一定要去支持我。嗯，那今天那个导师给你的建议，对，特别是金星老师跟我说的建议非常非常好，所以我也会不断的加强自己的体能的训练，然后要达到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水准，才有资格进入下一轮了。对对对，他是我最崇拜的一个老师，杨丽萍老师是我的女神。今天看到这么多就是心里喜欢的老师，然后那个表现得又这么好，你觉得接下来你想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惊喜呢？就是看到一个多变，武林争霸的舞台上就是多变嘛，它不局限，所以我觉得我孙科有这个潜能，也有这个能力。我希望就是不光这四票，我希望以后每一场都能给我四票，这是我的目标。对，这是我内心的一个，因为平时有些东西我不能爆发，因为要生活要现实，所以我在舞台上我可以尽情的发挥，我有什么不舒服，我有什么委屈，我就在舞台上呐喊，我觉得这样很舒服很自由。那你觉得这个舞台就除了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个机会之外，你更多的希望通过这个舞台我就是明星舞者，这个舞台就是照舞蹈明星的。我觉得中国几十年呢都没有这么好的一档节目，所以我觉得好的舞者就是应该来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